里买的？我们店里在哪里买的？我们公司就是做匹克这个牌子的，对对，我们是一个连锁的牌子。那你知道你们公司做这个鞋是多少钱吗？做这个鞋多少钱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对，这个要公司才知道的，对吧？因为成本价我们是不懂的，对，我们这边只敢销售。啊，这样。啊，对。谢谢。不用。